小朋友们你好，今天呢，我们要学华文。拿出这本书，打开第26页。打开第26页。现在呢，我们要做上面的练习。首先呢，我们要把这些数字连起来。我们先找出一的数字，来跟老师一起找出一的数字在哪里呢？对了，在这里。来，请小朋友们拿出你们的铅笔，我们从一开始连到二，然后到三。然后到四、五、六、九、十，然后我们把它关起来。啊，变成什么图画了，小朋友们？对了，变成风筝，风筝。好，现在呢，我们要看哪一个东西会飞上天空，然后我们要把这些东西呢涂上颜色。我们先看第一个图画是什么动物呀？对了，是鸟。鸟会飞上天空吗？会，来，我们把它涂上颜色。请小朋友们拿出你们的彩色笔，然后拿出棕色。好，来，跟老师一起涂上颜色哦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要看第二个图画是什么？刚才，对了，是风筝。来，我们把风筝涂上颜色哦。请小朋友们拿出红色，来跟老师一起涂上颜色。啊，我们看下一个图画是什么东西呢？对了，是云。云会不会飞上天空呢？会，云是在天空的，所以呢，我们要把云涂上颜色哦。我们呢，用蓝色。好，然后我们看下一个图画是什么呀？对了，是云。来，我们把云涂上颜色。
接下来我们看下一个图画是什么动物呀？对了，是鸟。来，我们把鸟涂上颜色哦。啊，老师都涂好了，小朋友们都涂好了吗？好，现在呢，我们要做下面的练习了。我们呢，要把不是在天空的东西画叉叉，是什么东西呢？来，我们看第一个图画是什么呀？太阳是吗？那太阳有没有在天空呀？有，所以我们不要把它打叉叉。来，我们看下一个图画是什么东西呀？对了，是花。那花有没有在天空呀？没有，所以我们不要把它打叉叉。来，我们把它打叉叉。接下来我们看这个是什么东西呀？对了，是月亮。那月亮有没有在天空啊？有，所以我们不要把它打叉叉。下一个，我们看这个是什么动物呀？对了，是马。那马有没有在天空啊？没有，所以我们要把它打叉叉。接下来我们看这个是什么东西呀？对了，是星星。那星星有没有在天空啊？有，所以我们不要把它打叉叉。接下来我们看这个是什么动物呀？对了，是乌龟。那乌龟有没有在天空啊？没有，所以我们要把它打叉叉。小朋友们都做好了吗？好，现在呢，我们要做下面的练习了。首先呢，先跟老师一起读一下，这个是什么字呀？天，天，天。来，跟老师一起写天哦。我们先写横，再写横。记得哦，第一的横比较短，第二的横呢比较长。然后撇，然后捺。好，现在呢，跟老师一起写天。来，横，横，撇，捺，天，横，横。撇，捺，天，横，横，撇，捺，天，横，横，撇，捺。天，横，横，撇，捺，天，横，横，撇，捺，天。
好，下面这一排呢，请小朋友们在家自己写哦。小朋友们再见。